那我想问，我们今天就是来执行一下你的包包，我的宝藏。好像被那个教官检查书包哦，一些爱美的口红，还真多支。现在比较常放在包包里的就是我这次比赛的金牌，因为它过几天就要拿去申请东西，所以我这几天要先带在身上，有时候看一下，不然它会离开我一阵子。最喜欢的那个卡通角色《玩具总动员》里面的熊抱哥，我喜欢包包叮叮咚咚的，都会带着那个护身符啊，因为每次比赛或是不管去哪里，阿妈就会帮我带这个符去庙里拜拜，然后再让我带出国去保平安这样子。